嘉义县今日的疫情快报是特别邀请到大拿组织病院医师李义工来分享着家己得到新冠肺炎的经验，对相关症状的变化、药品的使用、佮有隔离期间、情绪含压力的转变等等，希望提供予乡亲来做参考，也呼吁大家爱用正向的心情面对着疫情的变化。大拿组织病院李义工部长为疫情一开始就跟管护团队做伙拍阵，在高度风险之下，李部长也确诊了。为了提醒民众正向防疫，特别邀请伊来进行染疫的经验分享，为相关症状的变化、药品的使用、隔离期间情绪压力的转变等等，提供乡亲参考。那到了第六天，真的是比较清爽一点，不过头比较好了，咳嗽就出来，从喉咙痛。全身酸痛，开始头痛到咳嗽，就开始就跑出来。然后第五天的时候，抗病毒药吃五天嘛，所以五天已经就快吃完了。不过那再加上有一些中医上面的调养，它慢慢的就比较好。所以到第五天的隔离的第五天、第六天，大家可以看我自己左右快筛，自己已经只剩下淡淡的一条线哦，所以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高兴，因为离解隔离。解隔离已经快要不远了，那到了解隔离的最后一天了，最后一天，那这个时候，这个因为吃把手比是抗病毒药物的副作用也渐渐的消缓掉了，那时候我女儿就跟我讲说，这个你跟她说你跟妈妈在一起，你们从认识到现在应该是从来没有两个人关在一个房间关那么久，因为前面两天可能我们会分开来，后来他也确诊，我们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面，那就是两个人面对面24小时，有时候也真的不知道如何去说相处，所以他说要么就是感情变更好，要么就是感情变更快，天天吵架。不过后来表示我们感情都还不错，就可以互相扶持，自己做自己的事情，然后聊聊自己的心得。李义工讲，确诊了后陆陆续续出现着胃寒、咽喉痛、咳嗽、肌肉酸痛等等症状，除了适度用药以外，也配合血氧机监测血氧浓度。因为阿妈某当时确诊隔离，龚生笑的表示是考验阿妈某感情够有够好的时阵咯。重点是提醒乡亲隔离期间自由受限，更大家人容易因为接触的时间长产生摩擦甲冲突，会当安排看册、听音乐、等等休闲，调整情绪，应该互相扶持，做伙度过隔离的压力。也讲到解除隔离回归岗位，确实出现了咳嗽、气短、脑筋顿顿等等情形，好加在同事体谅，互相支持打气，相关的不爽快也会当寻求中医等等专业协助。最新新闻就来先嘉义县采访报道。清晨，从海拔3000公尺穿越到海平面，唤醒北纬23度半亚热带气候的嘉义。泉水灌溉，透气土壤，丰沛水汽滋养生长，云雾笼罩，低温所香。远近驰名的阿里山，是甘泉美味的高山茶。而出类拔萃、一枝独秀，是顽固的阿拉比卡。近年在阳光洗礼下，让新的伙伴找到更适合的家。极光哈密瓜，这份不期而遇的惊喜，是嘉义与大自然献出最美的心意。我一直在循着改变养鹅的模式、环境、空气的挑战，我也不想污染到这片土地。养鹅就像我们在养自己的小孩一样，以前有一首歌叫做《鹅儿戏绿波》，就在那自然的环境中
让它优有的成长。凤梨热温差要大，产生的果实品质会比较好。我们不大需要用药物，它就能长得很好。我希望把凤梨打造成嘉义这块土地的文化性格。一草一木，每一个生命，我都把它当成我自己的小孩子般的在照顾。有没有用药，就会涉及到它是不是残留。那零用药就是我就完全没有，那是不一样的精神。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山坡上面野花多，峨峨许绿坡。